太极拳是不是真的有用啊，经过罗教授他们的团队努力以后，那证实的是有用，而且在国际上也这个认可，为之对太极拳呢有一个有一个憧憬。在1972年我给一个病人治疗的时候，这个病人呢他有淋巴瘤，同时呢也有慢阻肺，大概40几岁吧，但是呢他已经熬了大概有4-5年了，还比较好。我就问他，这个你做什么啊，你吃什么，他说我每天都练太极拳。